你觉得哪个女孩子最喜欢撒谎？邓丽君。为什么？她说过两天来看我，结果我一等就是一年多。哎呦你妈！请问你觉得哪个人喝酒最多诡计？叶倩文。为什么？他说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。哎呦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。请问你觉得哪个男孩子最喜欢道歉？六哲。为什么？他说说说说是我的错。请问你最害怕哪个人帮你搓澡？刘若英。为什么？他说有些人一旦搓过就不在。有些人一旦搓过就不在。请问你最害怕的人是谁？汪峰。为什么要害怕他？我叫怒芳，他想要我的妹。我想要怒芳的伤你。请问哪个女生最不服老，而且还一直都没有改变过？梦然。为什么呢？他自己说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请问你最害怕的人是谁？五百。为什么要害怕他？他要摘下我的心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你活了这么多年，最关心你的人是谁？邓丽君。为什么？他说任时光匆匆流逝，我只在乎你。哎呦你知道被伤害最多的男人是谁吗？张振宇。为什么？他说不要再来伤害我，自由自在多快乐。请问哪个女孩子最不怕害怂？郭美美。为什么？他说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。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。你觉得谁最不愿意看到女孩子的素颜？薛之萱。为什么？他说手八怪一夜一夜啊，能否别把灯打开。手八怪一夜一夜啊。